只要赤耳同一日，就猩红嘅打你，四字头绝不过界。所以大家听住，由今日开始，就系高个仔多次正式成为分任多燕人。大佬，哇！果然系人中之龙，果中之王。不过唔中意女仔咁弊。Holy shit, he's gay. Sam 啊，冇男朋友。你咪叫做阿 Sam 啊？咁你有冇女朋友噶？我有男朋友嘅。今晚夜色特别靓，月光又特别圆咯，吓。你 gay 噶？呢个我第二把交椅，郑秋啊。真系唔同。你真系想同我结婚？唔想。点解啊？因为佢根本唔中意女人。佢系 gay 噶。你咪仲怪大佬当年冇替你老豆出面嗰件事啊？我冇怪你，不过我妈有。大佬俾秋小捉咗啊！我把位让俾你坐，呢件事算咧，唔系乜嘢都可以算。我依家乜都冇晒，你咩都冇晒，我咩都未有过啊！阿爸阿妈过埋今晚就唔会再有赤耳童。我承认我系 gay， 但我有义气。你哋记住，一日系大佬，一世都系大佬。而家你大佬有事，我而家就去救佢。知道一對同性戀人係點樣分工打嗰兩塊屎忽擘開，微微向上咁翹，再行到壓下壓下咁，我就應該係男。唉，正正，唉，正正，死海啦！口臭到死。